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我们每一次大松都有咖啡的咖啡因的提供，然后就是一个咖啡包。那这一次的咖啡包是那个 MTK 开放资料社专属提供哦，所以我们现在感谢一下 MTK Open Data 社。好，那在喝开放哦，联发科对。哦，好，刚刚有人提醒我，大家不一定知道 MTK 是联发科，好、哦，所以是联发科开放资料社，所以今天大家在摄取咖啡因的时候，要感谢联发科开放资料社，谢谢美凤。大家好，我是卧草的王鑫，然后这位是 SOS 的怡品，然后以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伙伴是那个 Relive 的 Randy。那我们三个组织呢，就是在应该说在2016年的时候呢 ，Relive 这边有做了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看过，就是这个东西叫做2016的总统行程追追追，他们当时就是把候选人他们的行程都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所以每一笔资料都可以去捞他们那些公开的记录。那延续到现在的时候，我们三个团队想一起合作做一件事情，是想要做继续讲好了。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在 SOS 那个时候平台上面，在2016年的时候有做了一个，就是可以把这些记录进一步的像找一些写手，可以像这样的呈现，就是会有一些文章，然后去分析他们的行程有什么样的可能政治意义或者是实际上的状况。那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个东西是。从现在开始累积资料，就是算是立委版的，立委版的行程。所以说，我们都知道立委有非常多的行程，他们可能在国会里面的发言啊、提案啊，哈，那在国会里面的，那他们可能也有就是在那个地方上的选民服务啊，然后可能开过很多公听会啊，然后记者会啊，但这些东西有任何地方可以很快的可以找到他们行程吗？事实上是没有的。那可能是熟知国会资讯的人可以知道去国会里面去找到他们的发言记录，但是在地方上的行程你可能不一定容易找到。所以我们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从现在开始去，不管是可能比较多的方式可能是请他们来去提供，请地委或者是他们的助理来去提供他们相关的资料，也就是他们可能在国会里面或者在地方上有过什么样的一个重要行程。那在过去这一段，地法院已经运作了一个会期，一个半的会期，好，现在第二会期。在过去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或立委愿意去在他们的脸书上做这样的公开。那举例来讲，像黄国昌立委，他在第一个会期结束之后，他前一两个月前吧，丢出一个东西，就是他上个会写说的记录，那时候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跟震撼，就是让很多立委形成大压力。那再来，像洪慈庸立委，他也本来就有在他的那个，就是有做了一个很简单的 Google Spreadsheet 的展开他的行程。那我们现在最主要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象了三个功能，一个东西就是可以让立委他们来这边，有点像发彩通的感觉，然后来预告他们的行程。那我们真正想要的，事实上是他留下这些过去的历史记录之后，让所有的民众都可以去查。那第三个的话呢，我们要增加它的诱因，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他在这边用来记录这些那个他的过去的行程记录之后，我们帮他，应该说他自己就可以来这边绘出一个表单，就像黄国昌那样的一个可能很简单的一个 timeline 的一个表单，那他自己也可以拿去 share 在他的 FB 上，那增加他的诱因。那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构想。那因为都还是很初期的规划部分，那现在就是讨论之后，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这就是UI UX 的这个设计师这样子。那以上，谢谢。